上厕所也感觉非常的。이거다리이거같아아니야年轻的气息。给你买个同款呢。炸的可以说是刚刚好。哎，应该就是这个建筑，99层。哦，哇，又爱唱。부산차더스카이전망대瞭望台酒吧九九相约已久久啊，快点，快点，快点！因为백층없어啊，在这买那个票。예약은없고요네네총몇분이세요세명이요세명이시구요아아통신사이거할인이되는거예요네네혹시토끼띠는안계세요토끼띠요네토끼띠네토끼띠세요토끼띠는본인40%동반30%가능하시거든요아진짜요토끼띠 대박이다네할인되셨고요본인40%동반30%하셔서요51,900원결제네 네, 네감사합니다네네입장하겠습니다네아미국 BTS 작동안하는데탔었어저희100층까지한번에올라가고퇴장은98층에서도와드리겠습니다스카이크루즈파스를환영합니다스카이크루즈는연일곧테마영상과함께56초만에100층까지올라갑니다퇴장은98층에서도와드리겠습니다영상시작합니다백층맞아와와너무예쁘다와너무무섭다와와아떨어져도괜찮아아뭐라고뭐라고좀先봐둔쇼아둔쇼人类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渺小，可悲的人类就跟蚂蚁一样。哇！我第一次上车，哇！啊，这是尤克斯宝宝，哇，在这看还挺吓人的。啊？哇，还有这种艺术作品，这样在家里面挂一个应该感觉不错。哇！哦呀呀！哎呀！我操！我操！못가겠는데？哇！啊，좀무섭긴하다。哇，这。挺吓人啊！야여기서너무세게걷다가너무뛰면이거유이가부서질수도있대진짜아니아밑에보지말고아니이거한번걸어가으악깨졌어유리가깨졌어어포토존在这里어여기에서찍으면이쁘대380米밑에보면서가야돼어여긴와这边就是完全的南边아빠나여기한번떠져볼래 Starbucks SB 카페跌了跌到98楼成何体统嗯 ，SB 咖啡在上面，长长的楼梯，会看着外面的风景。안녕하세요그냥콜드브루있나요네그냥콜드브루있어요、네、일단한층에가지고내려가시면안되세요14,900원결제도와드리겠습니다네98楼的 cold brew 这是过滤了那个油脂的。所以可以有效减少体内的胆固醇，不是有效减少，就是含量比较少。啊，这才是我们家这位。我寻思这两天怎么这么消停呢？啊，我们来喝一下。
抽的布鲁确实有一点不是特别嗨的。왜 이게 요거트야? 너 마이 마치 꼭 이거 먹겠다. 喝完咖啡再喝个这样甜的吧。一个泡泡水。我的这个移动视频小工厂又开始运作了，这属于高空危险作业呀，300多米。上厕所也感觉非常的舒畅，一望无际的心情宽敞了之后，整个身体也宽敞了很多。当然不想看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给它关闭。哎，哎呦，哎，都是可以的。出来之后洗手的时候，大概也可以看到外面美丽的风景。哇，这种东西没地方放，这能不能开呀？是不是能打啊？上面没有，只是一个镜子。Funny box, a random item box. 大哥，得一个。哇，阿玛吉 ，iPad， 还有任天堂 Switch。我们来看一下啊，5000块钱一次，我们来试一下。선택너가선택해봐선택哎，바로그걸할까요열어봐뭐야뭐야여기열어봐까뜯어뜯어야돼받아보자뭐야뭐야설마뭐야 hand warmer 와是可以让手保持温暖的这样的手套啊가자가자한번더아아빠아빠한번해볼까헬로우다죠무거워그소리가무거운가요무거워잠깐만아성성안지잠깐만이거성아이패드같은데좀이거같아아니야포켓몬이거포켓몬이더价值不超过5块人民币的这种포켓몬아빠해봐됐어가자어돈낭비야아좀가자가자이거를발견하지못했네마지막으로제발우리돈너무많써와재빈이이거 VR 나우리왜못봤지아니그래도한번만제발마지막한번어우리엄마한테 혼날것같아잠깐잠깐잘생각해잠깐만오바이칸좀아이아무것도안했네엄청가벼운거야뭐야이야세트로어手套保暖的手套是保暖的袜子오마이갓끝났다이거우리엄마한테선물어이거두개엄마한테선물줘가격은얘기하지마가격왜혼날것같아어여기는非常亲切的还有这个垃圾桶叮咚叮咚妈妈이거만오천원샀어翻掉了만오천원两百块钱上来之后才发现这么多地方都可以停飞机这儿这儿那儿那儿那儿哇这儿都可以停着这辆飞机了
出来正好是海云台，那个电梯是48秒就从98楼咔嚓一下掉到了1楼，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耳朵非常疼。这里又遇到了武神啊，在晒太阳的鹦鹉，由于天长地久，它在里边了，竟然有钓鱼的，这能钓着吗？它这个相机非常神奇，富士的富士 film， 哦，年轻的气息，哇哇，给你买个同款呢，哇，大家族啊，这台 Unicole 啊，是我梦寐以求的这个车牌号。6996，现在是3:49，终于排到了，前面还有4个人。配着这个爵士乐，即兴的跳了一场舞。干嘛呢？干嘛呢？好想削你啊！整个大概是这种氛围，厨师们在中间忙来忙去。客人们在旁边吃来吃去，先上了一个小汤，这应该是里脊肉炸的，可以说是刚刚好，蘸着这个芥末和这个啊吃就可以，或者蘸点咸盐也可以。这个是圆的，外面非常脆，这个圆的往里面蒸的非常软，非常的。这个长条的一定要蘸盐和芥末吃，那个圆的蘸什么都，那个圆的一定要尝一下。哇，这家绝景啊！啊，这云，这家终于看着狠人了。我就感觉今天这个海滩缺了点什么，缺了点 GTAB 的 ABC。这家是同样的两个人吗？这家离这么近也不早，交流呢。这家现在又要去安东了，因为上次的滑雪票2月5号之前一定要给它用掉，所以我们家那边找了一个中间的地带，安东。哇，这就是安东啊！我们家这边找了个酒店，啥玩意儿没有？这里是宣城水上路啊，现在的时间是。啊，5:15，已经快落山了，太阳非常的空旷，茫茫的大江全冻上了。看完之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这个桥上，看着夕阳西下，晒着太阳，感受太阳的温暖，补充着维生素 D， 就再次感叹咱们这个生命的伟大，地球的伟大。宇宙的伟大，感觉活了这么多年，这个心脏，这个咱们这个心已经被现实打磨的就已经焦掉了，但是通过这个阳光这么一晒，黑乎乎的心脏，黑乎乎的心就再次啊恢复了，变成粉嘟嘟的了，就感觉要珍惜眼前的一切。这个这儿有点开，嗯，运动模式。In the evening, when I get home, always hope to find you all alone and out of harm's way. 刚才实在是太经典了，我们再现一下啊。signature， 我买 signature。
가래야.